好多鱼了。现在我在日月谷温泉，为什么会笑呢？因为这边在鱼寮，好多鱼啊！给你们看一下，好多小鱼，好多小鱼。来，我坐，哎，我躺下去一点啊。小鱼，你看好多鱼，哎呀，好痒。呵呵，不要再咬了好吗？我戴个泳帽呢，是因为我待会要去游泳，深水区游泳。啊，这里不得不说，风景是真的很好，好亮哦。给你们看一下，这就是鱼寮区。鱼寮区大部分他说90%的鱼都在我这里了。啊，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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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小鱼儿。特别是我脚那，给你们感觉脚那边特别多鱼的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你看看。啊？不切实际，只能下一次，就是。起来就不能再下去了。就是你出去了，然后就再还想再进来就不能进来了，就是要再订公票。啊，懂懂懂。就是踏上一步都不行了，是吗？不，我出去了，后面。